听读练习。墙上的钟是不是挂歪了？嗯，是有点斜。我去搬个椅子，重新弄一下。不用，你脱了鞋，踩这个柜子上就可以。墙上的钟是不是挂歪了？嗯，是有点斜。我去搬个椅子，重新弄一下。不用。你脱了鞋，踩这个柜子上就可以。墙上的钟是不是挂歪了？墙上的钟是不是挂歪了？墙上的钟是不是挂歪了？嗯，是有点斜。嗯，是有点斜。嗯，是有点斜。我去搬个椅子，重新弄一下。我去搬个椅子，重新弄一下。我去搬个椅子，重新弄一下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你脱了鞋，踩这个柜子上就可以。你脱了鞋，踩这个柜子上就可以。你脱了鞋，踩这个柜子上就可以。墙上的钟是不是挂歪了？墙上的钟是不是挂歪了？墙上的钟是不是挂歪了？嗯，是有点斜。嗯，是有点斜。嗯，是有点斜。我去搬个椅子，重新弄一下。我去搬个椅子，重新弄一下。我去搬个椅子，重新弄一下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你脱了鞋，踩这个柜子上就可以。你脱了鞋，踩这个柜子上就可以。你脱了鞋，踩这个柜子上就可以。听读练习。墙上的钟是不是挂歪了？嗯，是有点斜。我去搬个椅子，重新弄一下。不用。你脱了鞋，踩这个柜子上就可以。墙上的钟是不是挂歪了？嗯，是有点斜。我去搬个椅子，重新弄一下。不用，你脱了鞋，踩这个柜子上就可以。